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你们手上这份资料。不知道你们几位对这次猎魔行动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我没有。是我对你们没信心。寒山犯罪集团一直都是横行无忌，藐视法纪。这几年我们警方一直没有将他们绳之于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寒山那家伙太狡猾了。 No， 寒山每一次交易他都没有亲自出面，我们没有足够证据拘捕他。 No， 因为我们太大意，事先没有周详计划去部署。 That's right， Madam Tang， 你很聪明。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，所以每一次都是功亏一篑。现在机会来了，明天中午12点，寒山会有一笔非常庞大的交易。根据可靠消息，寒山会亲自出马。我可不可以知道跟他交易的是什么人？是和金三角有密切关系的奇人，还有商涛。那交易地点呢？青龙水上乐园。准备好了，等候指示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离开岗位。三六九，你那边怎么样？一切正常 ，over。暂时没有什么可疑。出现了，又要打草惊蛇。147，二号目标向你那边走过去了。三号目标出现了，小心一点，千万不要暴露身份。目标经过摩天轮，猎魔者请指示。吩咐弟兄们谨守岗位，不要轻举妄动。